然后当我游走在这个灾难满足的街口的时候，我可以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然后虽然这个国家并不富裕，但是音乐是他们每一个人最平凡的热爱，就是不管他们生老病死还是病痛以后，音乐会伴随着他们一生，就是这样的态度特别特别的打动我。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一期 vlog 可以用在你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所观察所体验到的各种各样的音乐啊，还有快乐，然后呈现给大家，告诉大家尼泊尔人是怎么用音乐来热爱自己，热爱生活。所以朋友们，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音乐之旅吧。说到这个话题，我不得不回忆起就是两年前的一个故事。我第一次去尼泊尔，在红庙认识的一个叫做 Biba 的人。虽然我没有太多的视频和资料，但是我还是很想讲这个故事，因为他几乎他是我在尼泊尔对音乐的第一个印象，那就是人人都可以是一个街头的音乐家。Biba 是我在红庙认识的一位尼泊尔当地的人，然后就是很简单的愉快的交谈之后，他就邀请我们去他家去听一场音乐会。两年过去了，就是当他说起自己是一个音乐家的时候，那个眼神当中的光芒，那个还让我特别特别的印象难忘。Thank you. 现在是晚上8点钟，然后在我住的那个旅社里面，天台上传来了那个音乐的声音，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他们在干嘛。You know what I'm saying? Oh, I am in it. 我也爱你。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他们这种简单的乡村的旋律，还有这种跟着大家一起唱的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喜欢。就这样不小心就闯入了音乐当中，只需要一个阳台、一把吉他，还有几个朋友，就可以在音乐里面得到无限的快乐。这种音乐聚会在尼泊尔很常见，大多数人拿起吉他就能弹会唱。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的街头巷尾也能够看到这种音乐的聚会，然后看到大家享受音乐带来的这种简单又纯粹的美好。这里就是很有名的杜巴广场了，我们在这里呢也找到了关于音乐的影子哦。又碰到了，刚刚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说唱歌手，应该是在拍 MV 吧，拍新的那个音乐录影带。
要不要问一下那个说唱歌手需不需要一个伴舞的？我可以当时就跳上来给他伴舞。反正人家是嘻哈音乐的，你一上去跳舞，那变成什么音乐了？可能就变成了流行音乐了。尼泊尔朋友给的我一张音乐的票，就是他们组织的这个活动。This is your advantage. Can you introduce us to this? We're going to pay. 这是 Vitan， 红发尼泊尔的创作说唱歌手。即便是不认识他的我们，也能从大街小巷中随处听到别人哼唱他的音乐。而我现在有了他的两张演出 VIP 票。咱们 ，Let's go, man！ 哦，我相机忘拿了，拿相机。两个怪胎带着带着照相机和那个，这个稳定器。现在我们要去，探秘加都的酒吧。原来就是那个吧，那个吧我之前还去过，还挺大的。啊哈，让我们放进焦距看一下，叫什么？叫。叫 Senate Run Girl Run。 出场，全场就嗨翻。舞台上的他充满魅力地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舞台下加德满都的粉丝们几乎一句不落地跟着唱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受尼泊尔年轻人的喜欢，因为我不禁也被迷倒了。这首是他最火的歌。什么我都听不懂，我只听得懂一句 Honey Bro。没这么追星过啊，这个个都年轻有活力。 Energy Kathmandu。 Energy what? Energetic、okay. 就是能量，能量加德满都嘛。 Energetic Kathmandu。 真的跟他们比起来我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又一个加德满都的夜晚，我遇到了一群弹唱的游客们，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加入，并让我点首最喜欢的英文歌。我点了一首 Can't Help But Fall In Love With You， 没想到他看完乐谱立刻就能弹给我听。Oh.
那就在浪漫的音乐中结束这一期的尼泊尔音乐之旅吧，我们下集再见，晚安。Cheers to you.